好，再来来关心，讲到这个本土天狗的疫情有进步，台中、云林、南投拢来传出着确诊的案例。何必定公所七号早起时，嘛来办理着天狗的预防性喷药的作业，定着林根人嘛来呼吁乡亲哦，讲爱来落实着循德清路四的方式，避免滋生蚊虫。本土天狗的疫情有进步，台中、南投以及云林拢确诊案例。何必定公所唔敢大意，七号上午启动预防式天狗日喷药作业。店长林基立、官员林宗汉以及团友里长何吉胜也拢到现场关心。今日咱何必定啊，经过代表会这边再加统筹啊，金额呢来发包吼，咱这业者伫咱何必定店内呢，包括学校伫这个休困期间啊，甲咱社区啊做一届啊专定的啊喷洒环境用药。就是要来防止这个病媒蚊的滋生，啊，而且干嘛呼吁吼，啊，咱这个啊，店面呢，咱的环境，咱家己爱维护吼，啊，咱那阵啊，随手之劳呢，啊，做一个呢，咱就啊，把这个积水啊，把它清干净，就防止病媒蚊的滋生。啊，因为即马夏天到了吼，啊，容易滋生病媒蚊，啊，咱何必工作呢？咱店长吼，啊，带领着咱清洁队来去三十里里呢，做一个环境用药的清消。啊，防止这夏天病媒蚊的滋生。啊，南部登革热吼，嘛咧复发吼。啊，而且拜托这民众吼，甲咱厝内底吼，如果有无用的容器吼，内底有积水呢，啊，千万大家拢爱倒掉，袂使吼迄个有这个病媒蚊吼啊滋生个。刚好这个暑假期间，在本里我们啊今天来进行环境用药来清除这个病媒蚊。那在这边呼吁我们各位乡亲哈。那我们的家中家后的那个，有一些容器还是一些杂物，需要我们来协助来做环境整理的话，可以来通知里办公处，我们跟来环境和美公所啊，我们镇长会来全力来协助我们。天地有林基林指出，高温凋谢是天狗热真容易发生的时阵，加上最近常常落雨，因此也呼吁民众，厝内底积水容器爱倒掉，清洗，避免滋生病蚊虫，才会当有效杜绝天狗热疫情。德中华新闻也访问何必彩虹报道。